你们知道在哪里吗？他有办法自己去吗？有办法自己去吗？还要换衣服，先车上。你东西，你们的东西拿着，我载你们过去。要考试的东西先准备啊，小心车子哦。那我们三角座先留给你们用好了。坐在这里。他们有办法联络你吗？都记得你的电话号码哦。知道。知道哈。对。好 ，OK。那你们这边等等交通分队过来。啊，我先载他们去。谢谢。对。游泳。游泳哦。考试游泳。考试游泳哦。十。